李晔是谁？李晔即唐昭宗，是唐朝第十九位皇帝。唐熙宗病危后，任命李晔为皇太帝兼军国事。李晔即位后，建立禁军，与藩镇割据做斗争，但是唐昭宗接连失败，被沦为诸侯们随意侮辱的对象。公元900年，李晔被宦官软禁，但是被朱温解救。李晔复位没多久，又被大宦官韩全诲和李茂贞联合软禁在凤翔城，最终朱温围困凤翔，营救成功，唐昭宗也完全落入了朱温的监控之下。公元904年，朱温派出手下蒋玄辉等人带领100多人深夜入宫杀死李晔。唐昭宗一生虽有政治抱负，但是无奈一直受制于宦官与藩镇间，眼见唐朝气数尽。